马喜乐基金会近年来陪伴真济新庄家庭，带予新庄朋友肯定生活自立，予因由依赖人成为贡献的人。为了照顾新庄朋友，马喜乐基金会规划兴建新园区，需要各界伸出援手，建立一个和睦平等的工作环境。这个月十号，伫花坛全国乐园餐厅，马喜乐基金会将举办一场募款餐会，所有经费将起来兴建新园区。园区将提供新生障碍者就业机会甲职业训练，中辍生自立家园、离间照顾等等服务，帮助无同的弱势者得到多元的支持、服务甲改变生命的机会。马喜乐基金会执行长表示，感谢中华地区所有喜乐好朋友用爱相挺，做伙帮助喜乐建厂。无论是机关、社团、企业，拢以无同的方式赞助，共同建立新生障碍者的家，帮助因找到幸福，享受为社会贡献的成就感，活出生命中的自信和尊严。喜乐建厂的这样的一个新建的计划。特别我们很感谢今天的共同主办单位，有八个共同主办单位用热情用爱相挺。那特别我们在八月十号有在花坛一个爱心餐会，那我们其实马喜乐基金会目前的经费的缺口是原本是7200万，那我们已经募得了1000万。好，所以在这很多企业或者是社会民众的这样的一个爱心的共襄盛举之下，我们可以提早，我想应该可以提早完成生长者的一个圆梦计划。那我们这样的一个，特别在我们的募款的计划当中，我们很重要的，我们要做三件事情，一个是新建喜乐庇护工厂，还有我们的中辍的自立家园，还有高龄的生长的日间的服务。我们期待这样的一个服务能够帮助需要帮助的人。这项募款参会将提供给社会各界善心人士共同来参与，以实际行动来帮助这顶漫飞天使，同心为新庄者打造就业天堂。新中华新闻北平林花坛采访报道。